咁當時咧，其實我就好簡單啫。其實我冇乜嘢叻。咁我應該，我估我畫嘢應該係最叻嘅。即係起碼身邊啲人話俾我聽，呢樣嘢係我最叻㗎啦。我想問你，咪細細個人哋喺度翻學上堂嘅時候，望住老師喺度聽緊書嘅時候咧，你就拿住張紙喺個台度不斷喺度畫緊公仔㗎啦。唔係，我畫曬落本書度。畫曬落本書度，所以我成本書花曬嘅。有啲係嘛？你書總有啲空間位㗎嘛，我一定畫到滿，我掹一每一條罅我都畫滿去。即係你嗱，哇！呢、這個學生真係乖啊，即係 drop notes 㗎佢。係啊。犀利、啊！原來啲才華喺嗰度揾出嚟嘅。我咧中意以前喺嗰啲課本嗰度咧寫情詩喎。原來我應該去做個詩人喎，咁樣。你係咪做咗唔認呀？唔係，即我中意咧，例如將嗰個女仔嗰個名咧，例如叫做阿寶珠咁樣啦嚇，我會寫個對聯就係寶字頭，寶劍乜 Q 嘢乜嘢，跟住珠英雄，跟住就珠珠就唔知乜 Q 嘢咁樣，跟住就寫好多個，咁跟住又好中意好多個女仔啊嘛，咁就寫滿曬咯，又係。你睇得出㗎呢樣？好似冇乜用。你都覺得你都認唔係啩？你收收埋埋唔認啫，係咪？你都覺得佢？是一个大滚友咧，系嘛？我又未至觉得咁嘅，我觉得有啲本领咁咯。啊，都有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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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系嘅。哇，你真系唔单止画公仔叻，睇上你都叻喎，仲我观察入微啊嘛。哇，劲啊，劲啊！咁啊，继续讲啊。都系嘅。黄玉郎同埋马荣成，咁当其时你入行嘅时候系点样咧？艰唔艰辛，难唔难咧？入行嘅时候咧就难嘅。因为那段时间，嗱，而家可能大家唔知道啦，当时咧系大家一起发紧一个黄金梦嘅，嗯，因为画漫画度搵好多钱，以前啊嘛，而家咧好多钱，系而家多唔多？黄玉郎廿几岁，唔知三十岁已经系上市公司主席啦，喺八几年市值已经系十几亿身家噶啦。八幾年喎，寶珠姐係咁問而家咁，即係其實唔使講啦，大家心知肚明啦。係咯，仲要問嘅，我係咁避開，仲要問。有嘅，上曬岸啦已經，佢攬住幾廿億身，咁馬榮成攬住最少幾廿億身家就袋住喺個袋度咯。係啊，係啦。系咪即系靠卖书赚嘅？定系其实有好多周边嘢赚到钱？全部卖书赚，你俾条数你睇啊，听下就系话以前咧， okay. 香港嗰个年代大概咁五百零万人啦。嗯，最高销量。是二十几万本每星期，一本啫。嗯，当时可能有四五十本书。哦、你按人口比例，应该全球之冠噶。哦，即系咁中意睇漫，中唔中意睇港漫啊？即系香港漫画嘅。喂，劲过龙虎炮啊！即系唔系睇哆啦 A 梦？诶，唔系咯，嗱，龙虎炮应该赢噶，赢噶，再犀利啲噶。你唔好搞错，唔好睇低人哋啊！系咩？死啦！我未睇过，又以为自己真系。嗱，有呢几十年历史嘅刊物咧，嗯，有两本咧系永远屹立不倒嘅。例如咧，一本叫《龙虎门》，一本叫《龙虎炮》。吓，即系到今日喺街都仲卖紧噶，都仲系最高销量噶。同類刊物。喂，我覺得龍虎呢兩個字咧風水好喎、啊。其實我哋咪改個不如叫龍虎搞乜鬼啊？咪就係咯。咁你哋邊個做龍，邊個做虎先？好明顯係，我覺得龍鳳好啲咯。龍虎就唔知點樣喎、啊，一生。梗係佢做虎啦，佢屬虎噶嘛佢。老虎乸。呢啲你都講埋啊！屌你唔好理佢啊，佢傻噶。我屬龍啊嘛，我屬龍，佢屬虎噶嘛。係啊，所以咪啱咯。咪龍虎搞乜鬼咯？好，系咪下集改啊？系、搞到整多个节目，系讲龙虎嘅龙虎炮同埋讲龙虎铺同埋龙虎门嘅，咁都几好啊，咁样咯。哇！呢啲历史遗产嚟噶，你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咁跟住继续讲啊，讲你入行啊。系，翻嚟。嗯，翻嚟啊。我想问个定义先。系。点为止入行先？因为入行嗱，如果你话我去做地产界咁样啦，我卖地产，咁入行有个仪式噶嘛，就系你去见工，然之后哦，好啊，而家请你签张合约。喂，但系漫画家呢啲咁充满艺术成分嘅工作咁样啦吓，你絕完未啊？阿专业嘅主持如果你原谅下我啦，我做咗好耐节目啊，饮啖水啊，得啩？得，唔好意思，我真系我啲嘢有啲重，唔好意思啊，我都觉得，但系无啦啦又喺度绝嘢，我大佬。好，讲翻个仪式就系、是、要签约噶嘛。喂，但系漫画加啲艺术成分嘅，我有个朋友做摄影师嘅喺日本，咁、嗯。點樣為之入行先？我影相咁撳個掣，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膚淺，會撳個掣就影相㗎啦。我拉風都可以影相啦。咁但係
攝影師啊，真係有個行業啊，我要係咁整啲攝影展咁樣，我就可以稱自己為攝影師。咁漫畫家係咪真係要有一本自己冠名嘅漫畫先為之漫畫家先？定係其實呢個行業有賞識啊，好多部嗱呢、這個你講嘅定義可以咁講嘅，但係入行嘅時候絕對唔係好公清楚你份工嗱，你入嚟做嘢計幾多錢一個月？咁咧你頭幾一年咧，可能你只係揾一啲好少嘅人工，又或者係你做一啲最簡單嘅嘢，好機械式嘅。咁所以咧，做啲咁機械式嘅嘢咧，收錢係應份嘅。咁所以入行就係一份好簡單嘅工，學徒咁嘅形式咯。係 ，OK， 即係負責賞識啊，或者我有見咧就係賞識你高得滯㗎啦，係入行嗰啲已經係好高級嘢嚟㗎。你講嗰啲精神入行嗰啲係擦鉛筆，你講真㗎？擦鉛筆啊，擦到手都痛㗎。點樣擦法啊？首先我們畫一張稿，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就會一張圓稿，出版呢，出版刊物見街的時候大概一張 A4 紙那麼小，出街的時候一本，而一張圓稿呢，其實呢比一張報紙那麼大張的張圓稿，是啊，我到今天為止我都不知道為什麼，是當時呢就是每一張稿呢就畫滿了東西裡面，有一個程序就是因為做印刷品，需要一些鋼筆線、墨的線，咁黑白對比好強，咁先做印刷品嘅，即係正常咁處理啦。但你畫畫嘅時候，你總係要起一啲鉛筆啊，畫曬每一個部分啫，畫啲人物啦、亭台樓閣啦、諸如此類啦、對白啦，咁啊全部都要起稿噶嘛。咁咪個底稿咪要畫足曬嘢咯。咁畫足曬就係冇用噶嘛。因為你印刷品只有黑白對比嘅線條啊嘛。咁人哋驚好多人啦，畫完咯，一條生產線咁樣畫畫畫畫畫。剩翻你咯喎，細路，你新入行 ，OK， 啱你啦。最易做，擦曬啲鉛筆去咯，擦乾淨曬佢咯。咁就你諗下，張報紙咁大張，每一期大概有30張啦。咁你日日喺度擦咯，即係都好大幅度嘅手喺度移動咯。喺度用擦紙膠又擦啦，擦出嚟好似都幾好肌肉啊！見你嘅手臂，呢啲叫肥，唔關事嘅呢啲。即系嗰段时间就系做呢啲，一啲咁惊咧，系咁擦擦擦擦，就系不断咁做啦。咁咪好多人放弃咯。其实去到呢段时间咪啊冇意义嘅。有啲后生仔嘅话，唉，我都系走去卖地产好过啦。会唔会有啲好多即系中途放弃嘅人咧？你见我谂起点，因为真系兴趣嚟嘅，同埋两样嘢啦。第一就兴趣，你一入行嘅时候咧，你觉得自己好渣，咩都唔识，因为好多专业嘅人喺度啦。咁你又学嘢咁啊，好虚心地学嘢啦。咁你过咗第一关啦。咁你过咗第一关嘅时候，你又学到少少嘢咯。咁你又觉得，咦，前面好似个个都搵到钱咁，又住半山，又揸名车咁样。咦，咁应该咩嘢啦？真系有前途啦！到你嗰个时代就到你个时代就领嘢啦！你咁聪明啦，你聪明得滞，你快咗啦，你你讲咗真相来啦，系啊。咪當時咪就係咁樣咯，係咯。喂，但係如果我係阿 Jerry 當其時，唔緊要，我覺得用擦紙膠擦鉛筆痕都唔緊要。問題就係因為你中意畫公仔，中意入行，咁當年呢本書都係你心儀中意嘅書嚟㗎啦，當然。唔係冇得揀嘅。係咩？咁公司有十幾二十本書。係。咁你入行一個小職員，派你做咩就做咩㗎啦。但最重要就是你可以接觸這些所謂你的偶像嘛，這些偶像喂畫書這樣你會見到哇，我可以接觸我自己的偶像，好像是黃玉郎那些啊，馬榮成那些，見到在後面煲煙而已，可能是吧，實際上不是沒那麼型的，都是這樣的，是得個見字咯。那你真的你要做解決完手頭的事，其實你是忙到覺都不能睡的，新入行的時候是不是，所以就是你那些樂趣是沒有了，即系啊，做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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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咯。但系都可以啲猪头骨俾你做。但系都可以同自己嘅偶像接触都好啊，即系你望下佢背影都好啊，系咪啊？咁样啊，翻工头三日就系、是，跟住咧，第四日就应该翻嚟现实啦，落地啦，唔该，醒啦，应该系咁咯，系咪啊？系啱啊！你睇我哋公司都系啦，嗰、那个 Francis 啊，我哋出面嗰啲 PA 同事咧吓，佢系因为中意宝珠姐。所以加入嚟 D100 咁樣，跟住望三日就發現，望三日就發現唔係喎，呢條友啊訪問嘉賓嘅時候就係嘛咁樣嚇，即係。
住就要尋找自己下一個路向噶啦，所以呢樣嘢係唔長久嘅，即係好似。但我覺得好像有 Jerry 咁嘅態度咧，先至會成到才。好似嗰啲壽司鋪嗰啲咧，我喺日本都有見到好多嘅。你一個學徒，一定係洗碗開始。你想掂把刀啊？過翻六七年先啦，係嘛？幾時輪到你切魚啊？係嘛？咁但係個個都要經歷呢一個環節咧，經歷唔到嘅話，就好容易淘汰咯，會走咗去做翻啲一般嘅工作，而做唔到一啲工作就係人哋聽到話，哇！我自我介紹，我係藝術家喎，埋我家人就會哇一聲，哇！你竟然～做到呢樣嘢，就是、因為一開始嗰個門檻一定係困苦啲嘅，困苦先至。但呢個係大部分嘅人行嘅路嚟嘅，其實我唔係。你要投稿，要畫幾多少份稿，你先可以。我係曳嘅人，係唔係咁做嘅？係你點啊？曳曳嘅人咧就會咁做嘅。我記得咧當日啦，就係、是首先入行咧，當時就係咁嘅。我一邊不斷寄緊應徵信去求職，全部都石沉大海。跟住我覺得，咦唔係喎，冇理由噶。我屋企嗰個又話我畫得最叻，我班又係畫得最叻。跟住成個區我未畫曬，我都攞獎噶，冇理由我係會輸噶，冇理由唔請我噶。其實諗極都諗唔明。跟住咧，我就攞翻本書個招聘廣告睇多次啦。我明請掃地嘅。哇！你真係太聰明啦你！你冇睇又中咗啊？明中啊！真係中啊！真係請掃地、啊。嗱，某程度上中啫，未全全中嘅。咁人哋喺助手啊嘛，你畫公仔畫個主角，你把鬼咩？咁結果啦，我又試下啦，咦？我又試下，係咪我冇睇說明書咧？咁我即係，咦？不如我試下畫助手，應該話我畫個亭台樓閣落去啦。有時電話響，我幾時翻工？哇！哦，咁你原來對得正係啦，咁即係我真係想掃地啊嘛！你同我講做乜嘢啫？沖咩咖啡啫？你傻噶你？即係情況一樣咯。咁跟住啦，系啊，所以呢个系啱嘅，其实系，即系人哋要乜嘢先，我唔系对得正，我点会请你咧？系，咁跟再而就系话，我喺啲小公司入行，小公司入行咧就最好啦，最好当时咧系咁嘅，我入行嘅时候咧，净系知道你一定要做嘢，咁同埋咧佢以前嘅香港漫画咧分成好多好个细嘅岗位，即系好似一条生产线咁样，好多好多岗位。咁當時只咧，如果你三個月負責唔到一個崗位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噶，你要向下一站進發噶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好似冇用咁啊，覺得自己係咪啊？即係個進度會飛甩，應該會俾人炒噶。當時係咁諗嘅。咁就好努力啦。咁就三四個月就處理到一個崗位啦。咁跟住學緊下一個崗位嘅嘢啦。咁我大概做咗年幾啦。咁就貪慕虛榮咯。咦，系大公司好啲喎、啊！咁快，跟住去咗玉龙漫画啦。系啦，去咗和乐路啦。系啦，人哋上市公司型喎、啊，咁样，人哋啊向你挥下手，即系当时嘅人才真系好要求好高。咁挥下手咁啊，咦好啦，嗱嗱声扑佢啦。咁跟住啦，原来发觉好嘅地方就系细公司啦。原来我一直俾人揾笨嘅。点解？揾咩笨呢？原来处理我而家呢个岗位，人哋做咗六年嘅喎，大佬，我点会三个月啊？咁但系又好咯。咁嗱，作为上一间公司嘅雇主，用六年，你谂下，再每年加少少人工，加到六年先处理一个岗位，呢条僆仔一入职三个月就搞掂咯，悭好多钱喎、啊，其实系。咁你真系叻咯，即系你可以，真系佢可以，你嘅才华可以帮佢做咗好多。其实同期好使好用咯，即系。冇错，几个年轻人都一样噶，大家都以为呢个就系一个世界，应该系咁样噶。咁但系原来佢嗰种吹谷咧，原来大家都搞得掂喎。咁结果就系、是，哦，原来六个人做，唔系六年嘅时间兼两个人做嘅一个岗位，你个小细路三个月一条腰搞掂晒啦。咁系赚咗嘅，系事实赚咗嘅。系咯。咁啊跟住就，但系衰咧，赚咗咪以为自己好叻咯，又一次翻翻去读书时候，系咪开始有些少？哦，原来我又系好叻，系啦，飘同埋觉得自己好高啊。跟住咪，但系当时咧，嗰啲咁大间公司，你嗰个阶段叻有鬼用咩？其实距离上层望远镜都望唔到啊嘛。其实系，因为呢种叻系可以话垃圾嚟，其实真一啲都唔。咁你必定碰钉喎，去到大公司，跟住就遇到你仲觉得自己咁劲嘅时候，呢啲后生仔咧一定要受到啲挫折噶，我估咁啊，即系下一次翻嚟睇下你系咪真系有啲咩挫折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样。
起把声音留住，续订 D 一百香港台，延续节目人才。自己有请订购 D 一百香港台直播重温及下载收费服务，一年1000元。付款方法非常简单，你可以亲自去上环 D 一百专门店，或者现金 ATM 银行柜员机转账去787-087-998-883，或者用转数快，或者登入 d100.net 网上 PayPal 订购。自己有请订购 D100 香港台，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电邮去 info@d100.net info@d100.net， WhatsApp 去91671611，又或者打电话22971999，一起把声音留住，续订 D100 香港台，延续节目人才。